比较松的。29号，韩学庚。你该出的牌儿你得出，你不能老是在场上做老好人，对吧？一方面呢，可能会有可能会纵容犯规球员这一方持续的这种大动作；另一方面，对被犯规一方肯定是心里面有股气儿，这弄着弄着有可能就成后面的比赛啊，带着气儿在踢，就这个就非常不理想。这个球控制的不错，对，这个速度比较快，沿着边线拿球，结果最后这一脚也能处理好。陈慧峰，野路拿球速度很快，最近到球有点多，后场直接长传发动进攻，这球反倒是帮助对方传了一脚，我就解围到防守对方球员的这个